要是我没记错的话，化工厂的失利也是因为你的指挥失误造成的。凌霜，即使对我的命令有质疑，他也应该像唐顺之一样坚决执行。违抗军令，这种行为是不可饶恕的。马站长。 你是非要逼我在局座面前说出你跟陈诚干的那些事儿吗？请进。啊，请坐吧。多谢。这次真是委屈你们了。 不过伤员的伤势恢复得很好，应该很快就可以醒过来，我们就可以离开。韦斯医生，这名伤员呢，是同日本人作战时候受的伤。嗯，日本人之所以救他，是为了对他进行审讯，从而获得更多的情报。但是他们获得情报以后，一定会杀害更多的中国人，所以他们需要您的帮助，韦斯医生。或许是吧，但我只是一名医生。 我帮不上什么忙。您可以的，因为您是德国人，日本人不让我们出去，但是您可以的，只要坚持您的立场，日本人肯定会让您先行离开。您只要把这个消息带给我的朋友，就可以挽救很多中国人的生命。 即便日本人同意我离开，也会安排人员对我进行监视。我虽然同情你们的遭遇，但是我不能让我的家人陷入危险之中。我恐怕不能够答应帮你的忙。我知道，这对您来说确实有困难，但是我们真的需要您的帮助。您只要把这个消息带回家就可以了，韦斯医生。 我知道，您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，您一直反对日本对中国发动的这场战争，所以，我才冒昧的向您提出这样的请求，请您帮忙。伤员既然度过了危险期，那么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审讯呢？大佐阁下，您太过心急了，他目前还没有苏醒过来。 等他苏醒过来之后，第一时间通知我们。李院科长，伤员的身体非常虚弱，最好等他恢复到一定程度再进行问话。恐怕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。进来。我很不适应这里的环境，我需要回家休息。 威斯先生，还请你多多体谅我们，我们会根据你的需要给你安排最好的休息环境。我是你们请来的客人，不是囚犯。我的家人这么久没有看到我，他们会担心的。我也非常想念他们，不管你们会不会同意，我必须要离开。 威斯先生，既然你如此坚持。 那我们就不强留你了，感谢你对我们的帮助，但是这里发生的一切，希望你不要对任何人说起。我只是要回家，这里的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请你们能够理解我。松本，科长，你带人亲自护送威斯先生回家，并且要保证威斯先生的安全。嗨，威斯先生。 请跟我来。谢谢。
这片区域人口密集，他们应该不会把实验室设在这儿。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区域给排除掉了？一会儿我们再到其他地方看看。好，可算找到你们了。怎么了？徐老板找你们，他在风暴商行等你们。他没说具体什么事儿吧？没有。你去找安生和明浩，在修厂行等我。好。威斯先生，辛苦您。你们两个在这里严密监视，如果有异常情况，立刻向我汇报。是。等等，走吧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出什么事了？日军医院里面有一位受了重伤的情报员。日本人打算对他进行审讯，哪来的消息？是上官送出来的消息。当我得知上官和维斯去了日军医院，我就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。第二天早上，上官和维斯还没有回到医院，我觉得这个事儿有点严重。上官要想把情报递出来，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维斯，所以我就提前到维斯家里等待消息。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，这样，你马上把这个情况告诉上海站，让他们做好应对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队长，武汉几点？看来是好消息啊。沈处长说，我不用回武汉述职了，可以继续留下来执行任务。说明沈处长应该回到总部了。嗯。你们怎么过来了？李老板让我们到这儿来跟你们会合的。大佐阁下，药物起作用了，他醒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八哥。嗯。继续为他治疗。嗯。强硬，一时半会恐怕问不出什么有用的情报。李彦军，听说你们特高科有一种专门针对审讯的药物。不错，但是药物的副作用很大，正常人都受不了，像他这样的随时可能会发生危险。除了特殊情况下，即便是我们特高科自己也不会轻易使用。现在就是特需请客。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，李老板怎么还不过来？胖子，这才等了半个小时，别那么不耐烦行吗？哎呀，我不是不耐烦，我这不是着急想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哎，来了。
昨天你们参加行动的人员是不是有一个处于失踪的状态？孙亮现在生死不明，弟兄们正在全力搜寻他的下落。他现在在日军医院，日本人救活了他，正准备对他进行审讯。消息可靠吗？嗯，上官静云和维斯院长去了日军医院，他们参与了孙亮的手术。日军不让他出来，他好不容易才把消息传递出来。孙亮是我从武汉带过来的成员，受过严格的训练。 是不会出卖我们的。你说的话我相信，可是你们要知道，特高课针对审讯专门研制了一种药物，而且据我得到的消息，厉元昊亲自参与这次审讯。这么一来，整个行动队都会非常危险，也包括他们。日军医院守卫非常森严。 而且他们对孙亮加强防护，要想营救他，根本不可能成功。那就只能壮士断腕，采取清除行动了。可是以我对田中新一的了解，他肯定会在白天就完成审讯，根本就不会给你们等到晚上行动的机会。 所以我的建议，是做好最坏的打算，该转移的转移，该销毁的销毁。我们建立这些联络站真的很不容易，这样的话损失会很大，就没有别的办法吗？我在想，如果说日本人会给他使用药物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药物上做些文章？ 我们上海站确实有一种药物，能让人处于假死的状态，但是如果超过一个小时没有注射解药的话，同样也能置人于死地。啊，这个我之前考虑过，但是要想执行这个计划，那就必须要接近孙亮。虽然上官静云在这个医院里，但我觉得日本人是不会给他这个机会的。那你们能不能把药物做成和日军审讯的针剂一样？这就简单。 只要把针剂上的颜色做成一样就行。你们这个做什么？或许我们有机会可以把孙亮营救出来。干嘛去？屋里太闷了，我想出去透透气。门可以打开，但上面有规定。 你们只能在房间里休息。你这个想法很大胆，但是不容有失。如果一旦失败的话，后果会很严重。可是你们的清除行动根本就没机会进行，所以这是唯一的机会。 是有些冒险，但是还是有成功的可能性的。好，那我们分头行动。前面路口右转。好。二位需要点什么呀？家里老人哮喘犯了。 你找哪位啊？小光是住在这儿吗？你找错地方了，这里没有你要找的小光。小光你不认识，崔国栋你总该熟悉吧？不知道。哎，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小光，你要再不现身，我就不客气了啊。三爷，他是我朋友。二少爷，你怎么会在这儿找我？有个事儿想请你帮忙。
二少爷财大势大，怎么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啊？时间紧迫，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。我需要你帮忙从日军医院救一个人出来。救人？二少爷弄错了吧？小偷小猫我还行，救人这事儿啊，我可真没经验。你只需要负责其中的一个环节，其他的我都会安排好。 二少爷，您不是不知道这个事儿吧？这个事儿如果他万一出现闪失，那可是要掉脑袋的。再说了，我为什么要帮你？小光，我看得出来，你也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。我知道，你也痛恨日本人。痛恨是一回事儿，但是搭上自己的性命是另外一回事儿。我这一家子老老小小的都等着我养活呢。 我要是出点什么事儿，他们怎么办啊？实话告诉你，让你帮忙救的人，也关乎到很多人的生死。我知道我不能强迫你做这件事情，但是在日军医院里，你是我唯一认识的朋友，我也是万不得已才来找你。帮忙可以，但是你不能让我白帮忙。我明白。 上官医生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啊？维斯院长说了，只要那名伤员伤势稳定以后，我们就可以走了。那如果伤员伤重不治怎么办呀？应该怪罪不到我们身上，放心吧。 伤员那边出现了情况，小林医生，请你们过去协助治疗。他这是由于疼痛引发的症状，必须马上给他注射止疼类的药物。 宋本中尉在回来的路上，我担心这个人的身体恐怕难以承受药物的刺激。京安医院的医护人员对这伤员的情况比较熟悉，我希望您能批准让他们在一旁随时候命。小泽，给他们安排一个休息的场所。哎，先跟我来。 准备好了吗？小心行事，一切都拜托你了。二少爷，请放心，拿人钱财与人消灾，您不欠我的。这人靠得住吗？虽然是个江湖人，但是重信守诺，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他。我得提醒你。 如果这个人失败了，上官的处境会非常危险。你放心，我会全力保证上官及您的安全。走吧。
你说他会不会被日本人搜出什么东西来？放心吧，通常这偷东西厉害的人，藏东西一样厉害。哦，走。哎，还真是。 医院目前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。这事儿啊，酬劳丰厚，你也不用担任何风险。如果真出什么事儿，你推到我身上就可以了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干嘛要趟这趟浑水？虽然我们是道人混的。 这是你们缺高科审讯用的药物。这种药物的副作用非常大，那名伤员目前的身体状况根本扛不住。这就需要小林医生想办法了。松本，做好审讯前的各项准备，只要小林医生认为时机合适，马上开始审讯，明白？但是我要提醒小林医生，审讯工作必须在天黑前完成。 上半局，把这个药物送到诊疗室，派人严加看管。明白。你们两个留在这里，切记不许任何人接触这些药物。是。 还没有发现小光吗？我还没有找到他。
这里是去往焚化厂的必经之路，跟他们约好的接头地点就在这儿。去给孙亮找替身的兄弟什么时候到？差不多还有10分钟吧。他们从圣玛丽医院赶过来，比我们要远一点。 让他清醒过来吧，马上开始审讯。大佐阁下，刚刚给他添加了一些新的药物，您再稍等一下。需要等多久？大概15分钟左右，输液就能完成。届时，您再对他进行审讯。 赶紧捡，捡完了赶紧走。 去门口接应。好，李彦君，可以开始了。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 如果你同意跟我们合作，那我不仅可以保证你的安全，还能够给你一个光明的前程。<笑><笑>
告诉我你的姓名吧。我的名字叫孙亮。孙亮，孙亮啊，你的职务是什么？我的职务是武汉特别行动队队员。你属于二处。那么你们在上海的负责人是谁？负责人联络点设在什么地方？联络点负责人不能说，要保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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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怕他承受不住，药物的剂量减少了，现在看来他的意识恢复了。不必再顾虑了，给他注射正常的剂量就好。外面出什么事情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去看看，需不需要我们帮忙？好。上海的负责人是谁？联络点设在哪里？队的负责人是谁？联络点在哪里？特别行动队负责人是林什么？田中大队，敌人的身体已经不堪重负了，只需要马上停止。林什么，他将就失败了，小林医生，抢救！哎。上官医生，那个病人又不行了，让我们去急救呢。清理现场，静安医院的人可以撤了。Thank you.
辛苦你们了，回去以后代我向韦思院长表达谢意。我们会转达的，现在可以走了吗？当然可以。走，没事。审讯之前，我们就预料到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，事已至此，田真君就不必再懊恼了。 你们利用药物审讯致死的囚犯，给我们审讯的犯人反应一样吗？有些类似，只不过之前死亡的人时间比较久，不像这个犯人这么快的时间内就已经死亡了。出现这样的情形，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伤势太重的原因，也有可能有人暗中做了手脚。田中君的意思是？ 这支人员对食品过的药物进行检测。另外，把静安医院那几个人要控制起来。如果药物出现问题，嫌疑最大的就是他们。嗨。 哎，看来一切顺利。凌霜这次得好好感谢咱们李老板。 有道理，不过李老板这次也不单单是为了帮他们呀，啊！上官小姐，请你们马上随我返回医院。里边的事情不是已经结束了吗？为什么还要回去啊？这是立院科长的命令，请你们尽量配合。我不希望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，请吧。 从夜色中走来，迈着坚定的步伐，从黎明中走来，带着尘土和香。